10月28日，临近核桃市的大发超级市场在工业市隆重开业，填补了这一地区没有大型华资超市的空白。柔斯密市前市长陈义全、著名侨领石少汉等华裔企业家和食品批发商参加了当天的开业典礼。大发超级市场虽然地址是工业市，但位于核桃市的商业区，临近的核桃市、可威纳市、西可文纳市、普蒙纳市，甚至钻石坝市、罗兰岗的一些地区，距超市的距离也就15分钟左右的车程，大大方便了周围的华裔民众，同时也为这一地区的主流民众购买日常食品和蔬菜又提供了一个好的去处。抱着顾客第一的宗旨，每日供应新鲜的肉类、海产、蔬菜及水果，货物齐全，价钱相宜。同时，我们员工以服务的态度亲切，保证顾客的满意。好几千个品种，就是海鲜啊、食品啊、酒类啊。大发超级市场新开张期间，还备有丰厚的礼品回馈顾客。华夏电视台记者龚叶氏采访报道。